希望早着坐车，还赶紧握着双手招呼客人上车，如此卑躬屈膝。因为这个人来头不小，是香港饭店大亨信和集团主席黄志祥。只见韩国瑜人不断探进车内，咬耳朵交谈，表情兴奋到不行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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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考察我们刚刚投资环境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一批接了一批。韩国瑜敞开双臂要财团来高雄投资，前台中市长胡志强转述两人谈话。黄志强说：“他说他要工作，我给他工作。”韩国瑜立刻接话：“我们不只需要工作。”酒店大亨跟风韩流投资高雄，但是信和在香港经营饭店业出名。华丽酒店布置是信和的招牌，包括城市花园酒店、新加坡富丽敦海湾等三家五星饭店百分百持股。饭店大亨却被说是炒地皮，曾经因为野心太大，地产周转不灵，差点破产。惯用的说法就是大批大笔的买进低价的这个地皮，所以他们在过去来说呢，就是有人说他们是地产业界的好朋友。如果你在一般的民间的眼中来看的话，他会觉得说，或许香港的高房价，或者说香港的房租这么贵，或许跟这些财团都脱不了关系。究竟是来炒房炒地皮，还是在那帮高雄增加竞争力？商人投资看交情，也看利益到底在哪里。三立新闻李维廷、陈豪，台北采访报道。